soul. All the pictures into the mind, bears are flashing in my eyes. Don't you see my commission? The nation has gone running again. Can't you see now? 盘点那些五菱神车的高光名场面。一辆斯巴鲁和一辆宝马正在飙车，突然一辆五菱出现，他利用前摄后驱变道超车。他流畅的动作让后面的两位车主几乎还没反应过来，之后他的车尾灯就永远的消失在了黑暗之中，然后在全球留下一句话：前方车辆请注意，无论是奔驰、宝马、帕萨特，无论是捷达、拉达、马自达、南亚、起亚、索菲亚，请及时避让，请及时避让，五菱宏光来了。就没有看不见五菱的地方啊！五菱神车，这大哥的手太够用了，我跟你说。看好了，五菱神车啊，没有就看不见五菱的地方。这沙漠，哇哇的。又八零，又四七，又五七的，又什么这那的。买个五菱得了，看看人家五菱最大 F 勾。我一个日常的玩意儿呢，你们在那吹啥呀？就这轱辘道啊，还不是我送货碰到最差的路况呢。行了啊，消停点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
真光。哎呀，追不到啊，太快了。我才是青少年的心肠，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当小车遇见五菱神车，怎么这样？这样车都没事情，不出来给你堵的。我还在冒烟了，我一直冒。现在奥运会这么火，我小五零也来给大家展示一手车身翻转2.5周，难度系数3.0，低停车动作。